더 매기만 하고 난 관계제제 끌려만 다녀 막 던지는 말을 받기만 해서 받아칠 땐 그건 반여 화끈한 성격대로 빙빙 돌리지 말고 말해 확 그냥 널 훔칠 수도 있어 이제 못 참아 더 널 애매한데 답 그만 더 이상 뭘 어떻게 谢谢我们深圳来的 Baby Q 的小朋友们，谢谢。好可爱的。哎呀，杜海涛。哎呦，怎么了？你怎么也在这呢？杜海涛，你儿子这么大了，你造吗？你叫杜海涛，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俊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于浩。 问一下呀，那个不是跳舞是一种很辛苦的运动，你看初一身汗，那你们俩怎么跳成这个体型了呢？你学跳舞多长时间了？四年。你跳舞之前多重呢？跳舞之前差不多那个四十斤。四十斤。跳舞以后有多少斤呢？经过四年的锻炼之后，长到八十斤呢？对，八十斤。真的八十斤啊！没问年纪越来越大吗？对，你学了多少？跳的多，吃的多。对，差不多也四多年了。四年多，什么四多年？四多年。四年。倒装句啊！有南北雷呀！哎，你还会跳别的什么舞吗？会。 来一个好不好？随便跳两跳一个。好，给你音乐好不好？来，新疆舞，来呀，跳起来呀！好，这一段舞手舞相当精彩，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啊，来，一段舞蹈镇住。 千算万算，没想到殷尚老师会给一段新疆舞。他的表情真的是愣的。再来一个，一二三。好的，那谢谢大家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的观众你们真的很棒，好热情。 你们真的好嗨啊！解放西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这个刚才一上场不就是有很多小宝贝吗？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这个很可爱的小宝贝要来做客。那么我想呢，可能现在大家都在猜想这个《爸爸去哪儿》的第二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萌宝贝，什么样的爸爸出现在节目里面。但是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清楚，就是其实我们。 快乐大本营为《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就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思路，好多那个贡献是吗？对，包括像导演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看到张亮跟天天，然后觉得好可爱，所以就邀请他们上了《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是的，嗯，所以这一次我们是为第二季做一些预热的工作吗？对，我们默默的成了《爸爸去哪儿》的海选厂啊，不是海选，导演说我们这一期叫做《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直通节目。 我说，我们叫直通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但是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他们自己造吗？不是我们直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个，哎，我刚才想说什么？你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没有变，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对啊，是什么？怎么样呢？说实话，他们知道，因为这些《爸爸去哪儿》导演他们在现场看呢。啊，对对对，我就是。你就想说这个是吧？所以也就是医生说你脑袋里有白点，是真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会在爸爸去哪儿的第二季里面这个跟大家一起去玩的嘉宾们，我觉得他们胜算都很大哦，好，这几个宝贝跟爸爸都厉害，爸爸也可爱，表现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真的直通爸爸去哪儿，对，有个车接着直接去村里直接去完成任务。好，今天首先第一组的嘉宾是两位非常帅气的爸爸，一位是著名的演员，一位是当红的模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位演员，以及有些朋友不知道，但是已经很多人是他粉丝的这位模特。我们掌声欢迎陈浩民、刘畅和他们的宝宝。是他妈妈给主持人送的饼干，然后他自己吃了。就被他出场的时候，是妈妈给我们送的，你就出场就吃光啦。没有吃光就吃了一口，对不对？是不是朵朵？要怎么？这个给谁？他们做是吗？那拿上来呗。拿不要啊！自己好，我们欢迎陈浩民和刘畅。一号明星妇女陈浩民、陈雅茹，你能想象曾经的翩翩少年变身粉红奶爸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小公主陈雅茹呀。我爱你爱到死了，怎么那么得人喜欢呢？Brad，我就知道你 Brad。爱美是小公主的天性，偷穿高跟鞋什么的最欢乐了。就是那么爱美，有了爸爸的保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跳水了。好，三一三走。虽然才两岁，外国话可是张口就来。原来爸爸也有淘气的时候。给我吃一口啊！换吗？是这么个手机，我怎么吃？先把钱返了。不给了，那别吃了。你叫我帅哥，我就给你。这么萌系的父女组合。现场又会有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了。雅茹，你先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你要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几岁好吗？好。雅茹。你叫齐雅茹，几岁呢？两岁了。两岁了。好可爱。好可爱。好，那雅茹，你把话筒给爸爸，让爸爸说句话来。拿不走了哎。爸爸要说话，给我好不好，宝贝？来，深深热爱着话筒。谢谢谢谢。你先拿这个钻石玩一下，爸爸说话。这是你的，我送给你的钻石。他只喜欢话筒，他不喜欢钻石。谢谢。这声音也太 Q 了吧！钻石都是蹦出来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陈雅茹一个专属的话筒。好，谢谢。好，来，浩民来跟大家打招呼，来。大家好，我是陈浩民啊，带着我的宝贝女儿陈雅茹跟大家见面了。哎，以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哎，我是谁？带着我的新作品，现在带着我的宝贝。这个也是作品。我的新作品不是那个，我还有一个新作品在那边。哎呀！哇！厉害！
边抱着小弟弟的那个就是我们雅茹的妈妈啦。对，欢迎欢迎。好，下面到我们刘畅了，来。Hello， 我叫刘畅。你几岁？我几岁不重要。这是我们刘畅的女儿，叫朵朵。朵朵，你几岁了？朵朵，你几岁了？有。朵朵喜欢的是饼干。对，今天朵朵上大本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负责吃饼干，对不对？朵朵，我来。朵朵是我的好朋友。朵朵，你要告诉我你几岁啦？现在心里只有饼干。告诉我，我就把你饼干拿走。哎呀，完了，难过，该哭了，拿不走了。哎呀哎呀，会哭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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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在。那你把我饼干掰碎了，往自己嘴里。完了，还给你，还给你了哈。大声怕你。什么东西？然后你来翻译一下，女儿说的是什么？我都不太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带他出来参加节目，我也没想到他那么爱话筒，那么爱话筒。其实陈浩民是长沙女婿，对不对？对。对啊，所以你回长沙的时候，你适应的是什么？不适应的是什么？能吃辣吗？我就是因为吃辣，我才嫁到长沙来的。是吧？啊，老婆啊。那不适应的是什么呢？不适应就是语言有点不通，每一次听他们说话，我都感觉好像在看一部韩剧一样，就永远猜，要猜他们的表情的啊。对，比如说如果有人夸你说，哎呀，国政官子咋的输了？哎，那个我猜得到是什么意思？哎呀，那个小伙子真帅呀，是吧？是吧？真不是，原来不是啊，是。不帅的意思啊，真不帅啊，真不帅啊。他是个矬脖子。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说你呢？最近你胖了，你的脖子粗脖子，是吧？粗脖子，反应粗脖子。看来你还是没有好好学长沙话呀，一句都不懂，是吧？所以我每次都是猜。哎呀，话筒拆了。我发现雅茹是一个表情很丰富的小朋友哦，是不是？雅茹来做几个表情给大家看，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做一个漂亮的样子给大家看，好不好？做个靓样睇下。他头磕了牙。我帮你先拿一下，没事，我先帮你拿一下。我得做个，对，把握不好。我得做个 beautiful 哦。我痛，爹哋先放电话。他可以的，好，真的吗？可以亲吗？你不行，嘉哥他过去又回来了。你叫嘉爷 close your eyes 啊，闭眼睛，你要闭上眼睛，你要闭眼睛，闭眼睛，看着他，你要看。哇哇！他吻你的时候，他没有感情，没有带感情，像吻爸爸的那种。好了，我的表情，我们就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好，做个丑八怪好不好？哦，哎呀，现在他们都笑我们，我们很生气，我们 angry face。哦，虽然我们是 angry， 我们很生气，可是我们都是个美女，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个 beautiful eyes。既然我们有个 beautiful eyes， 就给他们放个电吧。哇！好棒哦！好玩，像一个玩具啊，好玩吧？他会很多。刚才这个作品好好。刚才下面的小朋友也嗨了，那个也嗨了。刚才雅茹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别好的才艺，是因为其实雅茹她知道自己的爸爸是演员，所以她是不管他叫，他管你叫什么？他管我，有些时候叫我老公，因为他听了妈咪叫老公，我叫爹地叫什么名字啊？老公。还有呢？爸比嘞？爸比不是叫 Peter 啊，爸比不是叫 Peter， 爸比叫什么？不是，请问谁是 Peter？ 谁是 Peter？ 谁是 Peter？ 是临时编了个名字还行。Benny， 听到我，谁是 Peter？
吓坏了，吓着了，哇，吓得我呢，真是。而且他还会，因为他看爸爸拍古装戏，所以他也会很多那个古装戏的玩法。陈浩民的众多古装角色都是武功大侠，你竟敢杀害我爹！啊！看我的，我喊潘天翼！不知道他的这些武功绝学有没有教给自己的女儿呢？那个雅茹，一阳指。这是什么？这是中了，是中了，中了那个反应。真的吗？好，你回给他。biu。降龙十八掌 biu。哎呀，这个我们最厉害的如来神掌了，来。打。啊。最厉害的一次，好厉害！时间被人好好 ，OK， 好，好到完了，再来一个。越来越厉害了。这边已经吃完了，这边吃完了，我们来看看，其实很多朋友已经这个是刘畅的粉丝了，因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模特。那这样，朵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片子，是关于爸爸的，好不好？我们来看，来，刘畅，他是国际 T 台秀场的顶级男模，拥有优质面庞。完美身材，独具的少年气质，备受青睐。初登国际舞台就首战告捷，成为伦敦米兰时装周上的时尚宠儿。这么酷帅的他，你能想象他还是一个潮男奶爸吗？帅吧，多多。多多，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朵朵，无论是可爱的她，搞怪的她，好吃的她，瞎胡闹玩耍的她，人小鬼大的她，还是唱歌跑调的她。都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儿。看来又有一个国民男神爸爸要诞生喽！哇，好棒啊！刚才谁那么乖呀？好棒哦！我要跟你击掌！耶！他现在活在他的世界里，对，他现在肯定是饿了。因为朵朵其实也才三岁，所以就是小童。他才三岁，是真的，个儿很高，是三岁。朵朵你好棒哦，长得像五岁的其实只有三岁。你看朵朵就坐在这个凳子上，腿都被着地了。鼻涕。来下来啊，爸爸把你抱下来，好吧？哎呀，你腿好长哦，真的好高啊。好，让他玩会儿，没事，让朵朵自己玩。好，你牵着朵朵出去的时候，有人知道你是他的爸爸吗？会不会有人以为你是他哥哥？一般人都以为我是他哥哥啊。对，然后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妈还有他一块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说，这是不是我妈的女儿？然后我是他哥哥。啊，以为你妈妈是他妈妈。对对对。然后你是他哥哥。对对对。还挺像的。可是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其实张亮也是很年纪很小就当爸爸，你也是这么年轻就当爸爸，所以模特界为什么都那么着急要小孩啊？这跟模特其实就他俩吧，其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早。对对对，其实就是着急着参加《爸爸去哪儿》。不，这也太着急了。是因为什么？好，去找妈妈玩会儿，没关系。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可是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模特界为什么都那么着急要小孩啊？是因为什么？好，去找妈妈玩会儿，没关系。哎呀，又来了，又多多。哎呦，刚才抱下去他是抱抱，演出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哎，仔细看，他是穿了一个职业套装。哎呦呦呦！你看，
是个套装吧？是不是？不动了，不能下去。职业套装，你回来，来。好了，节目以为不会失控，我们错了。要不要劈两个小孩？其实应该做两个人形立板。哎呀！尿不湿出来了，这样不行的，尿不湿出来了，这样不行的。怎么？裙子是跑出来的。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又把鞋给脱。我跟你说，这期节目主要是主题没有选好，这期节目叫《宝贝去哪儿》。他们其实演得很对，他们做的一直我要问宝贝去哪儿。姐，你要喝水啊？来，朵朵去喝水，来，朵朵去喝水啊。哎，模特抱小孩都是帅的，看见没有？你带他去过 T 台是吗？上没有，从来没带他过，他都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其实，可是好像天天很小，他爸爸就会带他去秀场啊什么的。对，但其实天天也差不多三岁多才开始慢慢开始拍的。所以朵朵跟天天认识吗？天天认识，朵朵就是从小就跟天天一块玩。所以他们算是青梅竹马。现在可能是另外人，其他人吧。刘畅一直看到那个就是贝克汉姆抱着小七啊，在就被街拍嘛，真的很帅。那今天有我们朵朵在现场，那个爸爸抱着朵朵，我们走一下秀好不好？啊！很久，因为其实朵朵有多少斤？可是我觉得他是重的，真的很重，21公斤。所以要抱一个40多斤的宝宝，然后要走出很帅的样子，其实是不容易的哈。其实就是一个托运行李，对，托运行李。朵朵，我抱一下行不行？我抱一下行不行？那我可以抱吗？他可以抱吗？你是女生，我可以抱吗？他可以抱吗？你让娜娜姐先实验一下，试一下。女生可以，娜娜，你倒是抱了，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很重吗？不舒服了，很重吗？是重的吧？好重。雅茹，我们可以抱你吗？可以吗？可以。你也像刘畅那样抱着她走秀好不好？从后面。何老师两套都像是童装展示，大班带小班。哎呦！biu， 变，好可爱。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宝宝们对跟爸爸的这个熟悉程度。那是我爸爸，游戏规则。为了考验爸爸和宝贝的亲子默契，在既有爸爸照片又有其他男明星照片的9宫格中，雅茹和朵朵能一眼认出自己的爸爸吗？作为奖励，认出几张爸爸照片就能够去礼物屋拿取相应数量的玩具哦。宝贝们，快来找爸爸吧！朵朵，看这边，我指到哪个是爸爸，你就要喊爸爸，好不好？这个是不是爸爸？不是，不是。答对了一个就会有一个玩具啊，加油啊！这个是不是爸爸？也不是。他是谁啊？张亮。张亮。这个是不是爸爸？也不是。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是不是爸爸？这个是不是爸爸？这是谁？也是张亮。我觉得看张亮的认得张亮。那这个是不是爸爸？也不是。不是，这个呢？不是，这个呢，是爸爸，这个是爸爸。好，现在有一个玩具了，赢了一个玩具了。你再认真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爸爸？不是。陈雅茹大声的在说：“是。”瞧把你明白的。陈雅茹都认出来了。朵朵，这个是不是爸爸？不是。
是吗？陈雅如一直在说是，他心里认定了不是。那我们朵朵认出了一个爸爸，可以可以赢得一个玩具。好，接下来陈雅如小朋友到你喽，到你喽。哇哇哇！都找了些什么？这个是不是爸爸？不是，不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爸爸？不是。Biu。哎呀！这个是不是爸爸？是。是。再仔细看看，是不是爸爸？好像是演了同一个角色，是不是？哪个是爸爸？哪个是？这个是不是爸爸？是。是。对了，这个是不是爸爸？也是啊，这是我。哎呀，今天明天有一个头条了。这个是不是爸爸？是。是。哇，这样子真的是。对，可以。这个是不是爸爸？是。是。是。Biu。如来神掌。已经不走心了。已经烦了。已经烦了。好，那我们陈雅如小朋友可以有三个玩具了，对不对？好的，那其实我们之前呢拍了一个短片，交给了宝宝说一些很复杂的话，但是大家知道宝宝那个现在还口齿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要爸爸学语来猜猜看宝宝到底有没有说的是什么啊。宝贝你说啥游戏规则，接下来陈浩民和维嘉吴昕一组，刘畅和谢娜海涛一组，两组以抢答的方式竞猜 VCR 中宝贝说的话，回答正确的一组也可以为自己的宝贝赢得礼物哦。为了宝贝们，爸爸向前冲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比赛了。好，我们这边是超模组的。没啊，什么组？超模组。什么组？是魔笛的魔吗？应该是超模和他的路人朋友们。这是巨星朋友们，巨星和他的朋友们。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到底小朋友说的是什么？okay, 来，各位请看。俺老婆是哑。三二一，开始。爸爸都不知道啊。犹豫了。我说你好像何老师睡眼，不是很会演，何老师很会演。何老师是睡眼，不对，来这边。我说的是脸。哎，爸爸，我说的是脸。而且我刚刚看爸爸看那个视频，好像很陌生的感觉。放空，你猜一下，这可是你的朵朵呀。何老师是脸，为什么？何老师长脸。我觉得啊。什么呀？好，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这个没猜出来，正确没有猜出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俺老孙去也。俺老孙。俺老孙去也。哇，这个。这里面没我什么事儿。老孙不是你吗？你也演过。哇，这我这个好难猜啊。是我演，陈浩民演过。对，来，我们下一句啊，大家认真听啊，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三二一，开始。飞机报一报两三次，飞机报。洗洗去睡吧，我睡不着。安家说了天天什么吗？哎，天天向上，我不知。不是天天，是睡什么？我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应该。再来一遍好不好？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琴棋书院什么的什么？唧唧复唧唧。什么？木兰当户织。唧唧复唧唧。是吗？是吗？我们看正确答案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琪琪说的任务分不知。哦。它有几个连音是很难复唧唧。他的断句跟他的节奏是不是我们那个大人的那个节奏？基金当户织啊！我教育不当。好，因为他平常背唐诗、背三字经都特别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回头待会儿让他来背几个，好吧？好，那我们看下一题，请看。Jinkert，
是句发起有情绪的话，对不对？三个字也不一定，也许他自己就累了。我觉得三二一，开始，好，来唱。丢出去。他的那个字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不要客气。雅茹，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雅茹，你来吧，上来吧。你要上来玩吗？雅茹，你来吧。让他自己本人听一下，好不好？好好。他本人听一下，他能听得懂吗？哎，喂。刘畅，你刚刚说什么？女儿叫抱别人。好，我们看一下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你长得真磕碜。真磕碜。你再说一遍，你长得真磕碜。讲得好清楚啊，这回讲得好清楚了，就不是钳子，怎么是前面长后面短的那么？好，现在任务就是把这裙子在表演，先把裙子撩下来，跑下来，又把裙子撩起来，又跑下来。你再说一遍。哎呀哎呀，小心小心，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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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去了。好，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来各位请看。祝你什么呢？生日快！祝你长生贵子！长生贵子！祝你长生贵子！娜娜，祝你长生贵子！长生贵子！对不对？对不对？看一下，娜娜，祝你长生贵子！娜娜，我听到是娜娜，你找双筷子。好了，那我们每个小朋友现在算，差不多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四五个礼物了，好不好？我们就拿礼物送给他们。每个人拿五个礼物。来，我们小朋友呢？朵朵，这个是你的。哎呀呀呀！好，推个小车车啊，来。哦，拿礼物喽！要了一个小狗狗啊。拿这个，你喜欢拿这个最小的。拿的 Hello Kitty 啊。不要，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两位少女购物结束，我没想到朵朵购了物也不开心，这很难见的。精彩了，给他们两个小朋友掌声鼓励好不好？好大的收获呀！拜拜，啵我一个。哎呦，嘴巴是乌的，吃什么吃的？你是不是中毒了？赶快爸爸给他，爸爸下去给他解毒。是不是拿到里面化骨散？运功解毒。好，下去休息一下。太可爱了。在这里，让我们向天下的父母致以100分的敬意。你们辛苦了，太辛苦了。也给《爸爸去哪儿》的工作人员致上100分的敬意。太辛苦了，辛苦了。也给本期导演的创意点个赞，胆真大。《爸爸去哪儿》。那接下来呢，还有两位这个超级奶爸要来到现场，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这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一位是世界冠军。你说到超级奶爸，我突然瞄到观众当中有两个小孩长得像小黄人儿吧，神偷奶爸里面的小黄人儿，来打个招呼，挥手，他不让拍，好酷哦，小黄人，你们好，小黄人。他们家的衣服都是黄色的，黄色条纹的。好，那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朋友了，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瑞哥李瑞和杨威。耶！大丰收了，开场舞是不是？对，村里大丰收了。来，村长跟大家打招呼，快乐大本营的观众啊！大家好，我是跳跳爸爸，大家好。好，下面到我们杨威。大家好，我是杨威，我儿子叫杨。杨洋像一个国内品牌，洋气。因为今天是这样，要给这两位爸爸呢一个考验，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请一堆小朋友上来。
然后让他们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们现在先不请两个宝宝出来，但是我们先有一段视频让大家看看到底跳跳和我们杨洋洋有多可爱呢。来，请看。俗话都说子承父业，今天的两位宝宝可都是继承了爸爸的好基因。一号宝贝跳跳，四岁半，爸爸李瑞，宝贝标签鬼马精灵。别看瑞哥能说会道，财富十足，他的宝贝女儿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宝贝技能一，才艺爆棚。准备的不是这首歌了。宝贝技能二，伶牙俐齿，超有范儿。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宝贝儿跳跳。有没有是爸爸？有没有？哎呀，我刚才换了妆，换了镜。唱个歌来夸一夸爸爸好不好？爸爸有袜子比不胸衫吗？爸爸就是这样子的，袜子本来就很丑啊。二号宝贝杨洋洋，四岁半，爸爸杨威，宝贝标签运动健将。作为世界冠军，我们都欣赏过杨威在赛场上的风采。都说虎父无犬子，作为冠军宝宝杨洋洋可是从小就受到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哦。哇，这矫健的身姿可是和你爸爸一样一样的呀。再去表演一个。跳得这么棒还要重来，这位爸爸你也太严格了吧，只是没想到。怎么了？嗯？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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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刹住车掉下来了。好，翻吧，继续翻。虽然宝贝小小年纪就有一身本领，不过冠军爸爸还是鼓励宝贝向更高难度发起挑战。妈妈不要这样，手抓紧就好了。没事。我说这位妈妈可是要和镜头后的爸爸一起冷酷到底呀。不过小宝贝儿，爸爸妈妈这样严格要求，可都是希望将来能看到你像爸爸一样完美的诠释体操的魅力哦，加油。哇塞，自己跑一下去。这个编得太好了，还有那句不要这样，非常有偶像剧的 feel。然后那个跳跳真的是吐槽他爸爸，完全是不留一点余地，太可爱了。我想问问两位，如果真的把宝宝伪装在很多很多其他的宝宝里面，你们用什么样的法宝可以认出自己的孩子？一眼就认出来。对，嗯，我曾经以为对我的宝贝特别的熟，然后我到幼儿园一看，眼前20多孩子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就真的就瞬间就晕了，就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宝贝。我是觉得杨洋比较灵活，应该能看出来。长得一模一样，好像。瑞哥有一种病叫脸盲症。但是这是你的造型吗？还是这是我的造型。我觉得跳跳与生俱来，它有一种强大的场气。嗯，就只要往哪气场还场对场气是什么？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场气，也可以到地道是今天场气不错，对对，就是要场里面的暖气。然后没有，这人家瑞哥是故意的，对呀，他翻下来也，两个都要尝试。我跟你说，好像力就是力的，因为有村长同款，你知道吗？所以等一下，跳跳上来，你要凭那个场气来分辨哪个是你的宝宝。对，我觉得他不管有多少小宝贝跟他站在一起，他一定是最不同的那一个。跳跳可以这样，你那个一堆男人的袜子摆在那，可以找出那个一双是爸爸的。好，那所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待会儿呢，瑞哥他是要用场气来分辨宝宝，然后呢，杨威是要用活泼程度，他说因为他的宝宝运动细胞很发达，用他说他的动作会比别的小朋友灵活，用这个他可能会现场让小朋友从这儿翻下去，然后说没事，这样来我们给第一个提示。欢迎各
迎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接下来我们给第一个提示，宝贝在哪儿？第一轮提示，台上摆放了8幅风格迥异的儿童画，主题都是我眼中的爸爸。两位爸爸需从中挑选出自己宝贝画的那一幅，并把自己的头像贴在画旁。老爸们，考验你们眼力的时刻到了。今天一个人一个，你们觉得哪一幅是自己的女儿画的？你们这鼻子上长了一颗牙，好吓人。这个是画了小时爸爸小时候换牙的。啊，你们觉得哪个是你们的宝宝的画风？画的是自己，就把自己的照片贴到那个画的旁边，好吗？我觉得这样贴到任何一个旁边都是需要勇气的。爸爸的脸色都好怪。有杨洋画的吗？有杨洋画的，绝对有杨洋画的。哇，这个一定是瑞哥。先瑞哥先来看哪个是跳跳画的你。OK， 我觉得无论在随时随地，他总是笑的。然后他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爸爸也永远都会是笑的。OK， 所以我觉得。好像都在笑，对呀，哪个都在笑，看清楚了再说。有没笑的，有没有笑的，再折回去。这个瑞哥，你一定有脸盲症。没有没有，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排除法，这个应该不是跳跳画。我也准备用排除法的，排除。对，因为你很少穿，因为他应该知道他爸爸不是黑人。然后还有这个鼻子上长牙的应该不是。瑞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这是张亮，就这个。我猜可能二号可能会是，好，因为你看到没有，就是只有二号，爸爸的嘴笑的是最弯弯的，然后眉毛也笑得弯弯的。那瑞哥，二号是你爸行啊？头上一把火，头上那个三倍真火是怎么？是要炼仙丹吗？好，来吧，我猜是这个二号，好，对，二号是瑞哥觉得二号是宝宝画的自己。好，那接下来杨威，你要选哪一个？你觉得是？还后面没了吧？没了。我想后面用排除法，也用排除法。这个肯定我不戴眼镜的，你不戴眼镜肯定不是你。对。然后这个，其实这个画风有点像杨洋。这个应该是穿的是比基尼吧？这是蓝色的，那村长同款。脖子好不好？村长同款。你们是肩带吗？这个是比基尼啊，这个是。爸爸穿比基尼惯了吗？其实这个画风有一点像杨洋洋那个风格，不是比基尼，那他比赛的时候穿的那个吗？他可能画不了这么好。哦，他比赛就是穿的那个吗？也，我觉得他也画不了这么差。也画不了这么差，这个有一点点像。我觉得那个像体操服。杨威，你觉得是哪个？我感觉应该是七号。好，七号。好，杨威觉得是七号。那等一下呢，我们的小宝贝出来之后呢，就请瑞哥呢多注意二号，然后呢，请杨威多注意七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边来了，那我们就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宝贝上场。宝贝在哪儿？第二轮提示，这一轮老爸们要从8个打扮的一模一样的小宝贝里准确挑选出自己的宝贝，老爸们可以根据出场舞蹈做出判断，也可以要求宝贝们做出指定动作，千万得看仔细了哟，猜错了宝贝们可是会生气的。威哥，你猜？好棒！来，小朋友到这里来，小朋友到这里来，来，小朋友看爸爸。哎，我好像有点知道。别摘啊！别摘！跳跳，不能喊，不能喊，不能答应。不是，我本来准备从身高上判断一下的，现在我不知道他有多高了。可以让他们那个原地踏步一下吗？原地啊！小朋友原地踏步，预备，原地踏步，走，踏步。就能看出什么？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六号，等一下啊，不要摘，六号，哇，真的假的？六号是那个画的被电过的爸爸吗？这个他也画不了这么差，哈哈，没想到吧？这个才是杨洋洋眼里的爸爸。六号是稻草人儿。那六号我们往前站一步啊，六号往前站一步，就确定六号不改了，对不对？因为他是这样的啊，别人是这样的。
啊手有所以杨洋洋他平时他走路是这样是吗？原地踏步，原地踏步走。哦，真的。哦。训练过真的，训练有素。你好可爱、啊。那我们就把面具摘下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杨洋洋呢？啊，我们其他不要啊、哦，我们其他先不要啊、哦。是吗？是吗？好可爱、啊。你跟大家说，你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今天叫杨文昌，今天叫杨文昌，今天叫杨文昌。你今年叫杨文昌，那明年呢？小名叫什么？我小名叫杨洋洋。真棒，真棒，好棒！你几岁？你几岁？你几岁？对，所以五岁。你属什么的？我属狼的。是吗？是吗？没有这个属性。好好，接下来找跳跳了啊！好，找跳跳了。瑞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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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加油！是是。好，来，小朋友们看村长，看村长，就是三号，谁要你喊村长好的？三号很活泼。三号被排除了。我如果猜错的话，他们的爸爸妈妈不会生气吧？不会不会不会，你是村长，谁敢生气？啊，是不是？我们家的那个宝贝啊，站在台上的话，他一般都会摆造型的呀。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这里边都没有？来，小朋友们看着我，小朋友们看着我造型，好吧，摆一个造型。我说三二一，你们摆一个拍照的造型啊！来，三二一，拍照。哇！哎呦，每个人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啊，还有一样的 pose。哎，各位看二号，二号融合了仙女和孙悟空。一号、二号肯定不是，因为个子不对，对吧？对。然后全是眼，没想到这个时候呢都用排除法。三号也不是，三号不是，三号不是，八号不是。你一直在说不是，我们想问你说谁是？谁是？你这样，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没有你的宝宝？对啊，那这样有一点点像。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我要他们把面具摘下来。如果有你的宝宝，那就你怎么办？那就完了。这就等于是李瑞公开在快乐大本营拒认女儿。要上升到这个？没有没有。你看五号，这样村长可怎么说？哎，你觉得有一点犹豫的是几号？你告诉我，我怎么看都不像是我的了。最像是你的是哪个？哪个看的都不像我的呀？我要是你的仔，我现在后面哭了，我跟你说。准备摘面具了，听好口令啊！听好口令啊！对，三，后不后悔？不后悔。二，拒不拒认女儿？一，摘面具。摘面具。我们摘面具，二号面具粘上了，摘不下来。哎呀，对不起，啊，不是，真的没有。好，来，每个小朋友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啊？谢谢你们了。你叫什么名字？李浩宇。你嘞？海思。海思，你叫什么？陈思成。陈，你叫陈思成啊？陈思成。你叫什么？丫丫呢？小石头。小石头啊，你呢？谢天佳。佳佳好，你呢？妞妞，你呢？曾可轩。曾可轩，好，我们谢谢这些小朋友，谢谢你们。跳跳不见了，哎呀哎呀，你也跳跳不见了，哎呀，好，来跟大家挥手再见，来，谢谢你们，再见。其实我们给瑞哥小小整蛊一下，真的我汗都出来了。小小整蛊一下，确实这里面是没有跳跳。那到底跳跳在哪呢？我们掌声欢迎跳跳上台。欢迎跳跳。爸爸没有猜错吧？是不是？爸爸棒不棒？真棒。棒。我问一下跳跳，如果爸爸认了别的小朋友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本来想哭的，结果看到爸爸这么努力，我就还是很开心，很开心。哇哇哇！跳跳，我给你跪拜。哇，哎，跳跳好有逻辑啊！什么口才呀、啊？这是。哎，我们那个杨洋洋过来。哇，杨洋洋好帅啊！杨洋洋。哇！哇，变身小帅哥了。杨洋跟姐姐握个手，杨洋跟姐姐握个手。哎，好。站到一起好不好？来，站到一起。姐姐好。所以那个话，这个小弟弟，我们正式建交了。这个小弟弟好厉害的，他会翻跟头，将来他会是世界冠军的。
我们来。爸爸在波波床上翻跟头。哦，是的，跳跳，你为什么叫跳跳？因为，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爸爸的心跳。啊啊啊！谁教的？而且我生的时候，爸爸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他跳跳。其实他心里很紧张，心里也跳得很快。所以你的心跳，所以跳跳，你的心跳跟爸爸的心跳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啊，好感人。我告诉你了，你刚才说二号是我画的，你猜对了，那就是我画的，因为老爸，我是你的大叔，所以旁边画了一棵大树。啊，对。我在秋天不怕地不怕，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叔，一生陪你看日出。耶，瑞哥，你们全家受这个节目影响太大了。好感人呐、啊！瑞哥，你真的，你就得天天在家哭啊！瑞哥，别墅门口是不是写着“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宅？村长宅。对。跳跳，你有没有管爸爸叫过村长？爸爸好感人。能不能让跳跳过正常人的日子？你没有管爸爸叫过村长啊？你喜欢爸爸是别的小朋友的村长吗？会不会吃醋？你不喜欢吃醋是不是？吃醋啦？那几个小朋友叫村长，那几个小朋友你喜欢谁呀？那么多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爸爸。哦耶！虽然他说他只喜欢爸爸，但有一个小朋友很喜欢跳跳，他要给跳跳上快乐大本营，要给跳跳加油。我们来看一下是谁要给跳跳加油，来，请看啊。大家好，我是 Kimmy。村长，我好想你哟，我超级想你的，会加油，加油，让你们呢，爱你们呢，想你们呢，爸爸，看，跳跳认得吧，他是谁啊？他是谁？他好像我呀，好像你，哪方面像你？哪方面？蘑菇头像你。哎，他刚才有 Kimmy 有说好想村长爸爸的，你吃醋吗？但是我也喜欢爸爸，受人喜欢。哎呦！瑞哥，你怎么教的？瑞哥，我们想做你的孩子。这样教育的更好一点。瑞哥每次见到我都说，海涛你一定生一个孩子，真的特别好，特别有爱。我现在终于知道了。瑞哥，我的天！哇，瑞哥，你们平时在家怎么对话呀？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特别特别的暖心。对呀。我在家里边有一天我特别累，我在家躺着睡觉，然后就听到我那个衣柜稀啦哗啦的响，然后呢就听到他，我就起来以后就听到他就讲说，你们会在家里说我爸爸的衣柜乱，我爸爸在外面工作多辛苦啊，你们还不如就是帮我爸爸把衣柜收拾干净，我现在还小，等我长大了我就不用你们管，我一个人管我爸爸。我也想要女。别说，可以了啊！杨洋要睡着了，杨洋，跳跳休息一下，跳跳休息一下，杨洋睡着了。哎，杨洋长得好像那个不？韩范长得好帅哦，董明俊是吧？好，来，站起来啊！董明俊，爸爸长得不帅吗？爸爸当然帅了。好，你好，来，杨洋，我问问你。杨洋好委屈，不委屈，是好酷、啊。让我来做节目，一直坐在旁边看。是爸爸对你好还是妈妈对你好？爸爸妈妈都跟我好。都跟你好，你觉得是爸爸长得好看还是妈妈长得好看？爸爸妈妈都长得好。杨洋是一个捧场王，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都好。那我问你啊，是娜娜姐姐讨厌还是吴昕姐姐讨厌？都讨厌。是什么？零。哇，比你还会捧场哎！好棒啊！杨洋，I love
love you， 我爱你，你爱我吗？也爱。也爱啊。杨洋洋，我问你啊，你爸爸平时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爸爸高兴的时候。那爸爸爸爸凶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爸爸有凶过你吗？有凶过你吗？我拨电话的时候，爸爸也凶过我。你拨电话什么？为什么是拨电话？不听话的时候。哦，不听话。那我问杨洋洋，你长大了想要干什么？跟爸爸成为运动员。哦，你长大也要成为运动员啊！我们杨洋洋会好多体操动作，下面就由他的教练，世界冠军杨威来做指导，好吗？来，刚才那个他小声的跟你说什么了，杨洋洋？他就亲了我一下。哇！来，再亲啊，再亲啊！这边，再亲，这边又要出去了。长大了想做科学家。啊，是在做科学家。刚才这个问题回答了哈。可以吗？我的天哪！你胸前的红领巾越来越红了。到我们那个杨洋洋的体操时间啊，到了啊！准备，杨洋洋坐。你好，你好，开始吧。还有吗？前滚翻呢？表演一个前滚翻好不好？好，回去继续。杨洋洋，坐。好，前滚翻。哦，第二个。哦。结束，结束，结束姿势。一模一样，满分。下一项，真的。去，开始吊环好不好？吊环，吊环要向观众。洋洋要向观众亮相哦，面向观众亮相，面向观众，杨洋洋坐。这个动作我都没看过，真没看过。你都没看过？我没看过。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做到的？这个你都没看过？我没看过。杨洋洋，杨洋，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困了，困了，打哈欠。做一个完整的好吗？好，现在举手的是杨洋洋，坐坐，好，开始，结束，漂亮，机长给你放，他脸上写的不经意啊，真的真棒，还有没有别的呢？哦，还有托马斯全学，这个有托马斯也会，还是叫托马斯全学还是叫什么？托马斯全学嘛，啊，那托马斯全学那不戴帽子啊，来。预备，开始！漂亮，真棒！小心，小心，小心点！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结束，亮相，亮相！要冲观众面向，困了，困了。啊，那个我们跳跳虽然这个非常暖心，但是他最厉害的还是他各方面的才艺。那接下来就由这个瑞哥跟我们跳跳合作，来跟观众互动啊！哎呦。你又化妆了，又不能亲啊？化妆不能亲是吧？我搞了口红。搞了口红，搞了口红啊！那个叫抹了，不叫搞了。搞了口红还行啊，可以亲一下爸爸，亲一下我看看，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帮你抹，再补一点，亲一下喽。哎呦，没有口红，所以没有办法补是吗？好了，那就先不亲了。虽然暖心，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口红。你已经排第二位了。最重要是妆容。爸爸跟口红，你选哪个？哎呀，那还是要亲一下嘛，好不好？亲一下。哎呀，等一下，为什么亲的时候后面还有一条彩衣？彩衣。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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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就亲，还要倒挂金钩哦。搭档主持一下，好不好？搭档主持一段啊，来预备，来了，好，交给你们。我们在现场来主持一段，好不好？每台边爱总是长。还没开始呢，哎哎哎哎。所有的爱播种成长都是阳光，每次努力有动作，有动作了，别接下来动，因为太远方爱总是长，不后悔把心爱放，所有的爱播种成长
受伤，不放弃，不抛弃，笑到最后最美丽，梦有雨不惊醒，一天一起继续努力。李瑞，你就承认你带他参加太多企业年会了，就是美容行业最爱唱这些歌啊，还有感恩的心也是，感恩的心，哎，这人家幼儿园教的好不好？真的假的？对，人家幼儿园很励志的，真的。幼儿园做操的歌啊，幼儿园做操的歌，幼儿园做操的歌，对。看来我想去幼儿园了。跳跳，你会主持节目吗？我们来主持一段节目吧。太可爱了，主持了。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今天我来给大家来主持个节目，好不好？好，你回到那个舞台后边去，然后再跑出来主持啊。那要走好远。对，开始。掌声有请节目主持人跳跳李瑞。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我叫李瑞。大家好，我叫跳跳。节目，什么节目呢？就是刚才唱的那首歌呀。或者唱两首歌，再从头唱一遍《爸爸去哪儿》。哦，可以了，我们把它剪到这里面就好了。已经可以了。就是节目里的。那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礼品屋，我们跳跳跟杨洋也去选一个礼物，好不好？自家的礼物。拿礼物吧。拿吧，拿吧，你要哪个？自己去啊，好不好？跳跳还在大选购，女孩子很少会选赛车的。各位，来掌声欢迎那个大采购顺利归来的跳跳，来，跳跳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实验站。我们的科学实验站，今天我们有四组非常特别的实验员，我们有我们的瑞哥和跳跳，我们的浩明和雅茹，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杨威和杨洋洋，以及我们的刘畅和我们的朵朵。朵朵才3岁多，但是你看她个子在这个小棚里面是最高的。刘畅，我听说你太太生宝宝的时候，当时在那个产房里面给她写的那个著称是两个什么字？那个巨大儿。巨大。她生下来的时候是8斤6两。8斤6两。对对，就很大。朵朵你真棒。好了，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神秘的朋友给你们认识，他就是拥有神灯的阿拉丁。我们掌声欢迎阿拉丁上场。哇，你看帅不帅？哎呀，你们快来迎接我一下呀！哎呀，太好了，这位小伙子很棒，知道我鞋子掉了，那我挑过来了。我教你们成语啊，从阿拉伯飞到这儿飞了很久，终于飞来了。大家好，我就是拥有神灯的阿拉丁王子。各位好，掌上的朋友们，我相信场上的朋友都很了解我的咒语吧？神灯，神灯，神不能灯。对，这是我的咒语了。好，小朋友们都要会这个咒语啊！来，跳跳跟着阿拉丁叔叔来说一遍：神灯，神灯，神不能灯。吓的。好，杨洋洋最捧场了，杨洋洋最捧场了。杨洋洋说一个神灯，神灯，神不能灯。神灯，神灯，神
噔噔。杨洋说得好，你看王子给你表演一个特技。不要吓他，不要吓他。哎呀，我跟你爸爸的柔韧性一样哎，好好。一样哎。我们看他的动作极为标准，就是我们懂不懂体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非常到位。是这样的，今天如果在场的小朋友回答问题回答得很好的话呢，待会儿我就用的我的魔法，将一只有魔法的毛毛虫让它飞起来，好不好？好。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台词呀。那首先把我的毛毛虫准备上来吧。你还带毛毛虫？来，飞起来，音乐。蝎子又跳。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哇，还能吐烟。想像我一样飞起来吧，要不要像我一样飞起来？你是叫跳跳吧？吓坏了，你这样事情吓人。邓学的棉花掉了，我们还给他吧。好，好，拿过来，我的一片云。没这一片我就飞不高了。灯还要吗？满地掉棉花的。全场的朋友，跟我来一起来施咒语，好不好？还记得阿拉丁灯神的咒语吗？神灯，神灯，神不能灯。哇，厉害吧？太厉害吧！停。厉害吧？哇。停。哇，一下就飞起来了。好，来，神灯，神灯。神不能灯，请。你看那个是形状。可以了没有？我可以轻点一个小朋友来说一下吗？好的。我们要问问题哈，来，跳跳，你要答问题，你要答得好的话呢，这个毛毛虫就会继续飞。如果这个，你看你要答得不好的话，毛毛虫就会掉下来，休息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来问问题，灯神，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跳跳吗？我首先问一个吧。跳跳，你是爱爸爸多一点，是爱妈妈多一点？全都爱。回答得好好，来，你来说咒语，还没说咒语呢。神不能登。好，哇，飞起来了，不是？好棒，好，那我们来杨洋洋回答一个问题啊，杨洋洋。好，现在海涛哥哥问杨洋洋一个问题。杨洋洋，那你为什么叫杨洋洋？因为我爸爸姓杨，我妈妈也姓杨，我也姓杨，所以我叫杨洋洋。哇，你的咒语这么厉害。神灯，神灯，神不能灯。我们要值得表扬杨洋洋的是他独立完成了所有的问题和咒语。对呀，再给他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好，雅茹到你咯，来咯，我们要问雅茹一个问题好不好？雅茹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在地上捡一片云给灯神呢？哎呦，你去给灯神，去给他，给灯神来，赶紧跑，赶紧跑，吓坏，吓的呀！好，雅茹，雅茹，我们来说咒语啊！好，继续吧，全部拿灯，说的好好，哪个吧？你的名字叫朵朵吗？朵朵，朵朵，你捡了一朵云给我呀，朵朵，来，给灯神啊。哦，好棒啊，朵朵。哎呀，遇到气流了，哎呀，不平稳。腿掉了，腿掉了。哎呀，快系好安全带。好，那我们这个先把我们的毛毛虫请回去，接下来将要由。爸爸们跟宝宝们联手来完成一个挑战。好。灯神也要参加吗？
游戏规则：李瑞和杨威一队，刘畅和陈浩明一队，每队分别以接力的方式用电吹风将气球圈套在自己的宝贝身上。究竟哪队的爸爸们和自己的孩子配合最默契呢？假如站好，对，站在上面，对，我陪你。好，没事，他那个是假的，他那个是假的哈，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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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来，朵朵来了，没事，真的在这儿，真的在这儿。朵朵，来，我们开始计时啊。首先是刘畅，手不能碰这个气球圈，要用吹风把它吹到朵朵身边来。准备开始，预备，计时，开始。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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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起来起来起来，过来了，套到朵朵的头上，耶！好愤怒！好，接下来由浩明从那边把气球再吹过来。哇！哇，好厉害啊！哇！哇，海螺座来了。来了，这里来了啊！哎，你不能下去，哎、你不能下，来、哎、来，雅茹上来，雅茹上来，你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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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套上去吧。好。哎哎哎，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套上，套上，耶、yeah! ！好，完成啦！好，完成了，完成了。自己鼓掌。好，我们来给朵朵和雅茹鼓掌。哦，好棒！也给刘畅和我们的浩明鼓掌，他们花的时间是1分03秒。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组了，杨阳阳和跳跳来，请上场。首先杨威这边出场。好，来，预备，计时开始。也是一个办法，答，怎么弄起来？快快弄得起来，好，没问题，挑一下，挑一下，哎，好，起来了，好，对，赶紧套套套，成功，成功，好，这位试着，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能动。不是，是你要，你要来，你要给爸爸加油，你要给爸爸加油，来来，爸爸来了，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你最棒，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你最棒，可以了，可以了，他们转起来了。怎么下的呀？这个？哦，没关系，有我呢。快点！哇！成功！棒！好，来祝贺两位，58秒，成绩非常好。好，那接下来跟着灯神一起要呼唤今天最大的我们的彩虹蛇要出场了。今天晚上的吉祥物，大家能见到它都很幸运的。浩明也去，浩明也去。爸爸，球飞起来。好，小朋友不去，小朋友跳跳，跳跳，你带着雅茹妹妹过来。快点，我端着我的腿很累了。跳跳过来，跳跳来。好，来了啊！想不想看到彩虹蛇飞起来？好。我们的咒语就是：神灯，神灯，神不能动。耶！起来，转起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神灯，神灯，神不能灯。我
哇，这个做的真的很漂亮。我们去摸摸那个蛇的头，怎么摸蛇的头去？爸爸，也不是。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我是你的大树，所以旁边放了一棵大树。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陈浩民、雅茹，我们的刘畅和我们的朵朵，我们的杨威和我们的杨洋洋，以及我们的瑞哥和我们的跳跳。哇，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虎分不清楚啊，傻傻去哪边？你说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那边。那我们就不能回家了，一会天黑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他也是女生。雅茹，雅茹，你英文名字叫什么？伊丽莎白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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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娜姐吃一个，来。那见到你嘴巴一张，他就来。我要，我要。伊丽莎白，来。地上全是零食，雅茹在地上找东西吃了一天。他们两个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啊，我发现朵朵是真的喜欢吃零食。刚才起来以后就没吃东西，所以说可能饿了。饿了。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不给他吃？为什么不把孩子喂饱带上？为了身材，赶快补点。是压力大吗？上大本营？不是，就等着录完大本营的通告费才能买饭吃。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期看点。你能想象女神李小冉和女神经谢娜是十年已久的好闺蜜吗？十年前我觉得我是他的贤妻，贤惠的妻子，还是嫌弃你的妻子。就每次脱完衣服，那个衣服都是一个卷，明天你要穿还是不穿？不穿了，你帮我洗了吧。看到娜娜每天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真的是太难看了。那我那个时候太胖了。十年友情遭遇高空危机大考验。你在娜娜手机里的名字应该不会是李小冉，不会是李小冉。答案是没存号码。请小冉吃饭是在什么时候？请他吃过饭没有？没有。你能想象高音女王希拉竟然这么敢说？他们有跟我说，你今年不要提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怎么做了？我觉得他不想中国人。还有超级萌娃笑翻全场，冷冷的冷冷的天空。我不想死。
裤子一样的。谢娜化身冰雪女王，大师魔法，摸下我的手就可以变冰。上演激烈冰淇淋大战，好会哦！冰淇淋店工作的，西兰，你在拍广告吗？动物宝贝，萌化你的小心脏哦！帮他喂奶，哎呀哎呀，好乖，在我身上睡着了，也就是短短半个小时，我可能真的想做爸爸。哎呀，尿尿了，又尿尿了，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泪水。好朋友说，我爱你。永忠、娜娜，生日快乐！我特别感激，我觉得我可以认识你们两个。第一次跟何老师一起过生日，认识何老师，认识身边的朋友，还有小冉。我一切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下周六晚，爱很简单，爱在大本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谢谢，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了。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收看《我们都爱笑》。锁定湖南卫视，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来，挥手再见。搞定老妈火辣辣。稍后请收看，我们都爱笑。